京巨蛋内响彻国旗歌，现场球迷大喊功不可没的纵诶真豪居，眼神充满感动，比出大爱心回敬，大会一一唱名中华队选手，用的还不是罗马拼音。从教练团开始一一唱名，现场台湾球迷听到熟悉的名字，全场欢声雷动。十二强大会主席和辜董帮所有台湾英雄们戴上金牌，辜仲亮也不忘给球员们大大拥抱。接下冠军奖杯，所有球员激动相拥，跳起来不断尖叫，因为这一刻缔造台湾棒球新历史。这冠军杯全台球迷盼了30年，上回最接近冠军是在1992年巴塞隆纳奥运上夺银，这回暌违32年，在顶级国际赛场上打败日本武士，更是在国际一级赛事中首度拿到世界冠军，也是第一次击败日本全职业队。2013年经典赛，当时台湾奋战十局，一分之差输给日本，后续长达20年对日本0胜9败。2024年11月24号这天，魔咒随之消散。球员浴血奋战，奖金当然不能手软，棒协理事长辜仲亮加码共7000万，国光奖金金牌每个人700万，28名选手累计1.96亿台币，再来赛事奖金冠军150万美金，折合台币4887万，全部加起来中华队能获得上看3.1亿，平均每个人渴望进账1100万。不仅是一场比赛的胜利，更是台湾棒球在国际上立下新的标杆。这里是女会专业台北采访报道。Thank you.